早上好啊，大家。现在是早上6点钟，然后我在喂着3只狗狗，喂着小花。走啊，走啊！小花不用怕，不用怕。这3只小狗终于可以看得到它们了。小花吃了个瘦肉粥，打的鸡蛋，很营养的，有2锅，今天够它吃的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小狗。小花终于出窝了啊！小花，你算是跳上来的，小花。乖乖乖。小花终于出窝了。不用去看孩子吗，小花你？啊，不用去看孩子吗？你下次跳上来。哦，小花很重。哎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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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去吧，小花，看孩子，回去看孩子。小花终于出来了，2天没有出过屋了，出来看看太阳吧。今天天气很好啊。原来是出来赶紧的撒尿，一直都憋着，估计是不想弄脏那个窝。小花过来，小花过来，小花赶紧回去了，撒完尿的话赶紧回去照顾小孩子。